你好，你是 G2608号车厢的韩女士是吧？对啊，你是？我是防疫工作人员，您坐的那节车厢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。哎，这个大白好像是刚刚检测片那个人。迅速上车，配合我们做下隔离工作。美女，我也是那趟火车的，赶快上车配合一下工作吧。啊，那这要被隔离多久啊？没事的，到地方会有人告诉我们的。不对呀、啊，大白怎么会开私家车接人去隔离呢？而且这个车还故意遮挡车牌，不好，这位阿姨有危险。